出大事啊，家人们，秋姐被炮局官方邀请去带明星打游戏，结果啊竟然被明星给骂了。是明星啊究竟是谁？难道是 BLACKPINK 还是迪热巴还是等等等等。秋姐带你一一细说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秋姐，开门所有的疑惑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想问一下荧幕前小卡们，你们知道迪热巴或者是 BLACKPINK 吗？一个的话就是中国顶流明星，一个的话呢是韩国的顶流明星。那这回秋姐带的是他们？当然不是，秋姐带的呢是马来西亚的顶流明星，也就是他也可以叫做栗子啊。秋姐觉得啊，他的外表啊也不输给别的国家的顶流明星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当然啊，秋姐呢是带他打了三局，两局呢是吃鸡，一局呢是吃鸡屁股。最后啊，马来西亚队以319分呢领先第一，也就是呢成功超越了其他国家，比如泰国、印尼、菲律宾等地。所以啊，由于是第一名啊，所以呢秋姐呢也是获得奖励。至于是什么奖励的话，荧幕前的小卡们，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说秋姐我想要奖励，并且啊在这个视频呢点赞，只要此视频呢破10000个点赞的话，秋姐就把自己的奖励呢分享。接下来谁先抽出评论区的一个粉丝，把自己的奖励呢送给粉丝，但是这个奖励呢是价值1000马币，也就是这样的兑换的苹果电子产品，所以你们想要吗？之后呢，如标题所见，秋姐呢打完这三局之后呀，明星居然开口骂了秋姐。不过呀，骂的秋姐还是挺舒服的，是吧？我们把画面转去明星的视角，看看明星是如何骂秋姐的。各位，Mark the location. OK OK OK. Forget that, honey. Yeah, it's a cute and voice. 耶，他竟然在夸我耶，我的天哪，我心融化了。为什么说他骂我呢，而不是说他夸我呢？毕竟啊，如果我说夸我的话，你们就会说我太自恋了。最后再问大家一句，你们到底觉得我声音好不好听，可不可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自己留言哟。他妈的，超爱你们哟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想要让秋姐加班24小时的，可以来到直播间挑战秋姐，秋姐随时备战，只要但凡满直播24小时，秋姐呢就会直播露脸。这就是秋姐的口出狂言，有人要来挑战吗？每天晚上的8、9点的时间，秋姐在直播间等你们来挑战哟。关注秋姐，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。